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观察是微妙的感情哦。这个八风第四层的八之四之三之二哦，第四层哦，八之四之三之二哈、哦，可以看到这个很有趣的是，我按对为主，它居然一颗暗珠都没有，这个有妙了，两颗暗珠，一组暗珠都没有啊。哦，好像我们大圣姐伤势还蛮 OP 的哦。好，因为这边有三只一起点，所以我建议的话就是。尽快先打到剩一只再来除气就好了。哎呀喂呀，俺们在捞几只啊？切，这样我怎么除气啊？靠！好，大一等于七大魔盾改，这个现在就要手动了。再来一个，失败。六七，漂亮。七七七。那边是喊七就好了。我要进光珠了，所以稍微叠一下就很容易天降。我当这时候我不建议开木屋哈，活物了，够不着。因为活物的话被这种连击的打中还蛮痛的、哦、所以我不建议开。再来一个，漂亮，送走，哦耶，漂亮啊，刚好打几技能出起来了，接下来能力继承哦，尽量是这个全体攻击，尽量，哦，这个火物现在就可以开了哦。这一只血比较多，我们多捶它几下哈、哦，等下再来补，再来补，哦。
两只一起使，漂亮，漂亮。第四关，这个反弹25%基本上暗属的下一关会被锁住，所以我们三只暗属都开下去就没有问题了哈。我在拉什么鬼啊？艾德一波带走，咚！哦，1000多万哦，可以看到这攻击力有多强。完了，那三只就被锁住了哈、哦。有锁按的哈、哦，然后它是 CD2，所以还 OK， 还 OK。看一下被吹一下多少血啊？三次按的，哦，6000多也还 OK 啊。我们要加快通关的速度也是可以哈，但是这个先把你的血量之类的先控制好一下。这个的话，开机脚大圣，那火珠够多了，所以我想说直接点。再开个龙客，好补强一下。好，看过一波带走呢，嘎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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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漂亮。再来这只是腐蚀的，双重腐蚀，它会腐蚀两颗。那因为下一关我们还要一波带走，所以这一次我就做个，就是故意不做 combo 哈。靠，乱转也有六康。哦，因为现在我想要储技了。这是 CD2，所以还 OK。血量尽量保持满血，要记得。然后我明明就是大圣后开的，有没有？大圣跟机甲后开，结果他们两个先补血，有意思哈、哦。技能先跳起来，不是先补血、啊，因为 CD 比较短的关系啊。艾德还有一回合哈、哦，那现在可以做一个处理哈、哦。这个火珠有点多哈，不过应该是 OK 啊。新珠太少，应该不能说太少，因为根本拿来用都没得用啊。要补血补不到。
好，犄角八分，看起来应该是 OK。撞到，好，反击2000，这个我们被打下去就是4000了哦，小心一点啊，我们要绿出暗珠出来哦。就这样吧。噔噔，咦呼！哦，不用在乎那个骷髅头了哈，因为我们要一波把它送走了哈。应该不会临时再补我两下吧？应该没有这个东西吧？看，那我俩攻。没关系，补的话也就一下而已。来吧，咚，900多万，漂亮 ，K， 哦，好，以上是8只、4只、3只、2，微妙的感情，好，微妙的感情的通关示范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